你就是我的亲闺女。大家好，我是菜菜。这两天吊水吊的已经都快脱序了，但是今天精神好很多了。今天是一个大喜之日，我要先去接一个人。弟弟，你终于来了，弟弟，我在这等你等了半个小时。我面膜都没敷、啊。还有敷面膜？当然了，我也是个美男子。现在带弟弟去干一件大事情，我们要去干啥？买那个叫啥？乔迁之喜的仪式一些东西。今天呢是丽云的爸爸妈妈，也是，你老舅对吧？对。阿老马、老大他们新家乔迁之喜。鲤鱼。啊？鲤鱼。鲤鱼。对。你家有没有鲤鱼？没有。哦，没有。这已经跑了五六家了。对。这也没有鲤鱼是吧？没有没有。这个必须要钓。必须明白，不能，我给人不吃鲤鱼。那要不买金鱼不行？金鱼行。就是搬家就好。行行行。行是吧？哦，还行，这个不错，精神头也好。鱼已经买好了，年年有余。他说用个红绳。穿上还挺讲究的一个老板，选了两条最大的鲫鱼啊，年年有余，准备好了，红红火火。我要再找一遍。老板，你的大火龙果还有没有了？在山子里，你看看，我拿回去了。这是你嘞？哦，没有大的呀。这个也拿回家，这两个也拿着，拿三个。这个留吃，咱中午吃。心想事成，准备两个。你加个微信叫什么？哦，这样的吗？对。那你这是不是天天想让我加微信？是是啊。再来挑一个衣食无忧，一袋米，一袋油。那你这个水果买的开心吗？这外国农贸这么多水果摊，挑了一个老板最帅的店。现在来带弟弟买个东西，弟弟选哪个？老板，那个拿过来，我们看一下吧。上面这个可以，塑料壳可以换。嗯，会给你去。弟弟，我们俩跑了两个小时，把所有的东西都买好了。嗯，我们看上了那个红的，花开富贵。对，花开富贵。但是那个被人家定了，他不给我们，时间也来不及了。然后弟弟，我们又去换了一个鲜花店。嗯、对。啊，我刚才没看了一下，都现在那么晚。还去挑东西嘞，挑鱼啥的。你本来想买鲤鱼的，人家叫你，人家叫鲤鱼要提前订。订。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对的。红红火火。就给你自己俩吃的吧。哥，我给你保码了嘛？对嘛，我啥都过期了，我歇一把。咦、嗯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久没吃你烧的饭了。你看，哎，又给你带了一，火了。对，我又给你带了一箱这个，我想你这新家用纸也比较费，然后我给你挂一下吧，你那几个屋子给它挂一下，还比较方便。你看阿老大，给你粘一个搁这哈。走。这个脚你到时候不要了，你再给它剪掉，它不会粘你的枪啥的。那行。你这个土子我看这那么高档啊，你想这样的这得挺贵。这不贵，这便宜得很，而且这也好用，四层甲厚的，擦汗的时候也没有直气，然后你遇水它也不会化。然后你像平时的话，我们在超市买这一屉不得十几块钱嘛，现在是有活动，他们直接给你29.9一整箱，给你六屉，然后还给了你三个这个小挂钩，这个挂钩不用的话再给它剪了，比较方便。哦，这半个月跟那个瘦累了，全马减肥了，全马减肥了，你看看，没事的，这以后好好的。那天我进去的时候，我听云云讲俺姐俺妈搁家都哭，三个小孩也搁家哭。是的呀，那天我们去看的时候，去看了几个孩子，我们都是心里不得劲，你可知道？没事，现在还好。嗯，以后这就当你娘家，我就拿你当亲闺女带。好，以后奶奶我跟你讲，你也不要有什么怕的，这以后我不想往你上你老妈讲，这就是你的娘家了。哦，以后有什么事。就来找老马老大，啊！还有我，有你就是我的亲闺女。